这个过程，看我是做了多少的努力，多少努力，全部英雄、游戏心态，还有一些在我进行的时候想出来的一些点子，突然会冒出一些想法，我会总结成四个字，然后贴在这上面。这边现在虽然很散乱，但是如果整理好的话，可以是很好的一个攻略，全都在这儿了。